在今天复仇序也有改版了，那听说他升清真的工会战跟那个造型装备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他有三个造型装备，我抽一次看看好了。这一次只有一件，那怎么穿？抽好不知道跑到哪去。看一下，奇怪，抽好的东西怎么不知道跑到哪去？不是，哦，在这边找到了，把它装备起来，生命加8000。这里也有，哎，这个是强化的材料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哦，服饰，再来抽。我刚刚抽的是一个道具组合、护具组合。那我来看一下权杖的，权杖它也有拆开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刀子的，因为它这有主武器跟副武器。然后呢，一样要到刚刚那里，服饰，把它装起来。还好我之前都没有抽，刚好可以留下来，今天可以弄这个。这个一样啊，有那个外观，就是你要展开或不展开。然后它还有一个工会战，我来看一下。工会战，奇怪，我没办法点，是因为我没工会吗？工会会长决定参加，隔日就可以进行工会战。看来这个又是呼叫 AI 的烂设计吗？我们来看一下，看一下是不是又在那边找 AI 了。现在很多网络游戏很喜欢这样搞，不知道是能力不足还是怎样，很喜欢呼叫 AI 啊， AI 又不好玩。不是真正的玩家，所以这样子的就有一点可惜了。
那其实这样子的工会战有开跟没开其实没什么两样，这种呼叫 AI 的东西其实就算你打赢了也没有太大的成就感。那当然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模式，就是只能说它工会战这个地方做的并没有像英雄之战那么好玩。